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纳闷了，说他还没有信主，他来干什么呀？最后就到了这个大夫的跟前，牧师就问说，某某大夫，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这个大夫说，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夫，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牧师说，我知道啊，那我怎么为你祷告啊？然后这个大夫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做了几十年的牧师，只能让你赶快信，还是让你顶住不要信的？来来来，祷告两句话，很简单。主啊，你怜悯他吧，开他属灵的心和属灵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回家，两句话回家。这牧师祷告完了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大夫就信主了。他还是大夫，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人做不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就是没发现吗？当我们把作为受造物的人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一分开，这问题就解决了。搞科学研究是因为我们要去认识，我们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但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自然规律是他创造的，他可以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也可以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如果他也要受限于自然规律，那他和人就没有区别啊。所以神迹奇事是上帝的作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而且今天由于大洪水以后啊，耶和华上帝还特别对挪亚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再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我也不再按我刚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咒不止息了，因为有上帝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应许就是说，在主耶稣再来以前，他继续在行神迹奇事，但是时间和空间都是把它限制在有限的范围里边，所以让广大的时间空间自然规律能够正确的继续的运转，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全宇宙的神迹，那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根本无法进行啊。所以神迹和科学研究之间实际是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相信神迹的基督徒，同样可以好好的搞科学研究。就是前几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崔奇教授，崔奇教授就是一个非常敬，后来去了香港，然后来美国。他姐姐是一个传道人啊，所以看得见科学研究和我们的信仰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是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今天感性要用科学，更重要的是要用我们的灵性，用我们的悟性去悟这位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超越理性超越科学的，如果我们单单在科学理性的层面上思考，不能够有一个信心的跳跃，我们就很难能够去见到上帝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
不信上帝的人说啊，说科学已经这么昌盛了，还要去相信上帝吗？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了。实际这个话本身是值得商榷。没有上帝这样一种命题，在哲学上叫它宇宙性的大否定。为什么？因为他是说没有上帝，不是指奥斯汀没有上帝，美国没有上帝，他是整个宇宙都没有上帝，是宇宙性的。因为人的有限是拿不出证据的，不能证据。我换一个说法，我如果说宇宙水里有鱼，这是宇宙性的一个肯定性的命题，就很容易证。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这个论据就是有鱼。但是如果我要说水里没有鱼，地方无论这海有多深，这个洋有多大，你到做彻底的研究，你下了水里没看见鱼，不等于是没有鱼，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像你一个湖里，那你就是上上大下左左右右都要同时有人，你才能够证明它有没有，实际人做不到。所以这个宇宙性大佛，你因为人的有限，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没有上帝，这不能说它是一个科学，包括一些搞科学的人他们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它是科学的结论，因为拿不出数据来证明的。实际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对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大家知道，在发现这个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他就是最后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的这一位。他最后他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之上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热力学家凯尔文也说，他说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是实际我们从很多这些科学家他们的传记都可以看到，真正的科学是要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的。大家都知道牛顿啊，牛顿在他临过世以前他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好看的贝壳自愈而已。其实在我面前的真理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啊。当初我们读了这段话都不懂啊，念中学的时候那觉得牛顿太谦虚了啊，您在各这么多学科有这么多的建树，怎么就几个石头贝壳就够了。那说的比他还惨，爱因斯坦说科学在上帝的面前只不过是儿戏，就是科学对我们看着很要紧，可在上帝眼里就是小孩子玩的游戏而已啊，就这么简单。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说他一无所获啊，什么都没有。他还说过一句话，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我想这种话也只有他敢说了哈，我们要说的就肯定要真的。第二，这位朋友们，你们会不会发现这些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比我们一般的人都还要谦卑？我们有时候说不出这种话来，对吧？这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长的时间有一天好像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呢？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的跟没说一样。实际他有理由在里面。什么是第一流的？
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在各个学科领域里边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只自然知道神之大，宇宙之大，人之渺小，想骄傲不敢骄傲，往往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的，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前边，是站在中间后边的科学家，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的又最容易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现在更明白了为什么敢骄傲，因为你无知，你不知道你才敢骄傲，你知道了就不敢骄傲。可真正的科学让我们更加看见了宇宙的大而可畏，就在上帝面前屈膝谦卑了。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 NASA 哈、啊，他一个创始人之一叫 Jastrow， 他写过一本书叫《上帝与天文学家》，这一段话是他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我是在墓道的时候先读到的这一段话。他说：“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事的结局，好像是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哇，当时看了以后人家当头棒喝。你知道过去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是很骄傲的啊，觉得自己数理化好啊，所以可以上也考不上好大学，干脆念神学得了啊，就去当科学，就当牧师啊，当传道人了、啊。当时当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样想，就想，而且我们还曾经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只有不畏艰险、敢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的人，将来有一天会达到光辉的顶点。可能大家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所以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奋斗，自己在这领域里边有所建树啊，最后一下哇！他没想到你费了半辈子劲爬上去，那神学家早等在那儿了。哇，当时我觉得好大的冲击啊！当时我理解了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搞科学人、搞神学人是殊途同归，是吧？你可以通过搞科学去认识上帝，开始去认识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上帝创造的规律，最后进而去认识造规律这位上帝啊！这是很多科学家怎么。你其实他就直接认识了上帝啊！我过去认识这一点，后来我把他整个书看了，原来他说的还不是这个。他这本书讲的就是整个这个大爆炸理论形成的这个过程。他说我们现在都在往前追啊，一直要追大爆炸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是什么状况。他说你可以追，你追到最后你就追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发现了认识到的自然规律，但是你追到一定时候，那自然规律根本就没有的时候，你就追不下去了，你最后一定会见到上帝。为什么？因为在大爆炸那个初始阶段，整个的速率都是今天我们自然科学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经常讲，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以超的，对吧？因为你一超过光速，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所以只有在静止的状态，质量为零的光子，它可以达到光速。任何在静止状态有质量的东西都不可能达到光速，这是爱因斯坦一个定理。但那个宇宙扩张的速率可以高达多少？
可以高达10^31每秒。我们知道光速在多少？3×8^10，3×10^8米每秒，这是光速。可是那个时候扩张的速度可以1000倍、1万倍、10000倍的超越光速，这根本无法解释。那样的时候，那个宇宙内部的温度可以高达多少度呢？他们的计算可以高达10^30摄氏度，10的后面加30个零，我不知道这是多少度了。就在那样一个高温下，连原子核都不能存在，根本没有物质，你自然空间从哪儿掉，从哪儿开始？所以他最后说，你追到最后，你只能去见上帝了。实际他还不是基督徒，但他最后的说法就是，你追到最后就是去见上帝那边，因为你自然科学完全不能接受。这就是科学家们讲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科学就是让我们更好去认识上帝。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英国一个牛津大学非常著名的一个教授，叫做安东尼·弗鲁，他被认为是50年来被认，但是没有想到在2004年，他过了80岁以后，他公开的放弃无神论信仰，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他其中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整个一生都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原则指导。什么样的原则呢？遵从证据，无论它指向哪里。能力有上，至于让他信服的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和基因生物学，这两点改变了他。他原来想写一本书 There is no God， 后来把它改了 There is a God， 啊，从一个无神论变成，我是非常尊重他，他后来过世了。这种人就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虽然他过去用证据，而且按照这个证据来调整自己的观点，这是很可贵的。我们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可能说一开始就全都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有追求真理的心，无论我们过去怎么想，现在按照证据所指引的方面去下结论，那有人就不是这样了。有人他就是因为脑子里有一个固有的观念，他相信没有上帝，看到再多的证据他要用别的方法把它解释掉。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叫《大设计》，他也承认地球非常的奇妙，宇宙非常的奇妙，但是他说这就是一个纪律。他提出一个理论是什么？多重宇宙啊！当然你说是很奇妙，但是按照纪律来算，那整个地球的生态条件在整个宇宙中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纪律。但是现在有多重的宇宙，那么它这种几率就更大了。可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科学家都不看好。为什么？因为多重理论的说法根本没有什么事实证据。现在我们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要说这现在的宇宙，我们宇宙根本出不去，怎么知道有多重宇宙？因为他自己有个固有的观念，他就一定要把现在这些证据按照他的观点。就是，这是我是非常佩服这个老人，一个老的科学家、哲学家，他就按照证据，他不断的来调整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理性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有时候因着我们人的犯罪，理性有时候是扭曲的。但是很多基本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你比如说光，光究竟是什么？牛顿在的时候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
后来又发现了电磁波，认为光是一种波动。二十世纪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光子学说来解释，所以最后就没办法了。所以波粒二性，就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大家都觉得很好。实际这两个东西根本不能并存的，粒子就是粒子，波就是波，怎么会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因为解释不了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我今天我告诉大家，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的圣子道成上，我马上就问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就很好。你会发现我们在认知上的一些双重标准吗？怎么都不注意。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后来就开始发展出量子力学啊。量子力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海森伯格一个测不准原理。他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去追踪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位置和测它的速度，你不能兼得的。你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因为它两个误差的乘积是一个常数，所以这个大概就要小。所以呢，怎么办呢？你只能用记忆来加以估算，你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能描述。那这一点，当时爱因斯坦就在纽约市，测不准还叫科学吗？所以给他波尔他们争论了几十年，但最后证明就是测不准。所以有个物理学家就说啊，他在一本书里说，他是神就用测不准的原理来告诉我们，你们的智慧就到这儿了，你就是测不准。但是呢，上帝又很爱我们，他把测不准原理局限在微观世界，没麻烦。我们今天谁都来不了这儿了，开车测不准，啊，要往这边开，开到那边去了，啊，哎，这就是一个物理学家讲，我讲的非常的好，而且生物学现在发展也很快嘛，对不对？现在搞分子生物学，但是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有一个朋友前不久问我，他说冯。简单的问题可以吗？我说可以，但我想一定不简单。他问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大家都看惯了，对不对？眉毛不长它是活的，因为死了就掉了，活着又不长，不长又是活的。擦左眼就擦这么点，这个地方就一个劲儿长，这个地方就不长。哎呀，我想了半天怎么跟他讲啊，他讲这个细胞的特化呀，哈，到了不同的地方它就有可能不同的这个生长速度啊。我想我讲半天可能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再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干脆就告诉他不明白。你看这一个人撒种，撒完种就去睡觉了，这样那个种子就开始长了，开始抽穗发芽，抽穗最后接着，但这个过程怎么样不知道。今天我也同样，这是怎么样它就分化，从小就在问为什么绿豆长出来是绿豆叶，红豆长黄豆长出来是黄豆叶，而在很多地方它是有缺刻的，你像加拿大那个枫叶对吧，那就是五角的，从小就在问为什么在这叶子长到这儿它就不长，它就拐了，在问，现在学了几十年生物学还在问同样的问题，这是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求主呢，真是能帮助我们。太阳系的模型也是这样，牛顿他信主很简单，他说看整个太阳系的奇妙，宇宙间
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就这么简单。看见只有个全能者在设计在指导，这就是这么他就这么信得上。他认为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他信得上的。他信了主以后，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科学家，就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到他家里来做客，就发现牛顿一个桌子上摆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这个模型做得很精巧，它有一个柄，曲柄一摇动以后各个行星，他最后忍不住了，他问牛顿，我说这模具做得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他说怎么可能啊，这模具没人做会自己成吗？牛顿说我没跟你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实际就像模具这样在精确的运行，你认为实际的太阳系都不需要人创，不需要创造，自个儿都能成，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当时就把他朋友说的哑口，当时非常逻辑非常的理性，可是一谈到信仰，很多时候我们既不逻辑又不理性。基督教不是迷信，基督教的每一个基督徒知道为什么信，信的是哪一位，什么。我们也反对迷信，我们不仅反对迷信，我们也不同意迷不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这就叫迷不信，迷的就是不信。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聚会完了啊，有的慕道朋友会过来，说冯牧师今天讲的挺好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问题，信不信？认为这就是迷不信，啊，你可以不信没有关系，但你要知道你有哪些不同的观点，你为什么不能够信这个信仰？你有一些问题，其实大家讨论。提出一些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信仰往前走一步。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但是就坚持不信，我觉得这样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啊，多思考多提问题，也许我们自己没早就已经问过了，因为大家在不断的交流当中可能就帮助我们的信仰走得更快一点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多多的注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一定要一切都拿出证据来，我把一切都想得特别清楚了我才能够信。实际今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问题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也在信了也在用了，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宇宙要有规律，必须要相信宇宙的规律是宇宙性的，必须要相信这个规律是不变的。有了这三条，科学研究才能进行。请问这三条怎么证明？根本没法证明了。实际这就来自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世界观，我们在用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而很多的东西的东西都是无法证的，就是要用信心去信的。如果我没有信心，一切都要搞懂了，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没有信心，今天大家敢坐在这个会堂里，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房顶不会塌下来。但是请问哪一位进来以前先到房顶去查检查一下房顶有没有毛病？教堂的人非常负责任，万一这个房子有问题就会告诉大家房子有危险不要进来。可是我们真都认识他们吗？他们这么有负责任吗？没有，我们就凭着信心就进来了。现在开一中餐馆啊，有新的啊，菜又好又便宜，大家吃都很好，马上我也去吃了。我们首先买出一份来化验一下有没有毒啊，有会不会身体有没有，还没有啊，别人吃的都很好，我们跟着就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在走的。当然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你是在很多问题的思考的基础上你出现了这样一个信心。
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在属灵的世界，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绝对不可能先把问题搞懂以后完全明白了我才去信，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对这些属灵的事情以为是愚拙。什么是属血气的人？凡是没有和上帝建立起恢复关系的人，在上帝眼里都是属血气。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属灵的人？悔改、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和耶稣建立起关系的人，有圣灵的进驻，这就是属灵的人。给他们提好多好多的怪问题，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很长时间，无神论的东西，什么自然辩证法东西学了很多，所以问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尤其用从台湾啊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在那个背景长大，你问的问题他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啊。所以后来我一去，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躲着，我说不想跟我打照面啊，因为打照面一个姊妹就拿了一个小册子给我，她说：“冯秉成，你就别问这么多问题了，你先信吧，你先信了就知道是真的。”哇，当时我一听特别的反感，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就先信，万一信错了怎么办呢？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人嘛，在座有些是年纪大一点的哈，年长的，你经过文化革命的，当。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你还记不记得这句话？那么当时记得很清楚啊。当时68年、69年，我们正在部队农场锻炼了，半夜在收音机里边听见毛泽东讲一句，他的话一出来就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不过夜，你还记得吗？你不能说2点钟听完这个你去睡觉了，第二天再去传，那都晚了。最高指示不过夜，听完以后敲锣打鼓就去传最高指示了。马上，哪怕毛泽东讲一句话，不许放屁，那都是最高指示，啊，这就去传。那时候都还不知道他是对的，就去传，就去信。那都错了，现在又来了，先信。信了主，去查考圣经。发现这个姊妹讲的是对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对属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了才能决定要不要信，但是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只有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才能够明白，这就是区别。对属灵的事情除非有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他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一属世和属灵这个区别，你不要说想把一切都搞清楚你再信，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不可能把很多问题搞清楚的。基本问题清楚就可以来信，当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这些感觉，信主以前问题很多，哎，信主以后回头一看怎么问题都没有了，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朋友们，尤其朋友们，你们今天基本问题解决，圣灵进到你们心里以后，圣灵就会带领你们更多明白上帝的事情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无论你是第一次参加教会的活动，还是你过去来过教查经班来过教会，今天都要一定要用灵性用悟性来悟这回上帝。我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开始传道就讲很多很多，有时候一讲就是7、8讲啊，给他们开营会。有时候讲完第一讲，有人就要信。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先搞清，听清楚再说，听完了再说。就怕他们心里一激动一信，到时候一碰到问题就动摇了啊。那时候我就让他们顶住，不要信，先顶住，啊，不要信，听完了再说。现在我明白了。当然，你到底搞得清楚一点，你再信。你信完以后，你就比较稳定啊，你不会因为一点小问题你就动摇。但是。
他的灵力他就感到这就是我要信的那一位。我现在反倒觉得你一下灵力就舞蹈信的更好，早点进来，在神的看顾护佑下，你走的一生的道路啊。所以无论你是哪一条路进来的，哪一个方法进来都好，早信找到上帝的看顾，上帝的保守。所以我一直在看表了哈，时间我还有好。让我们在座的朋友，你们好好的安静你们的思想，求圣灵来感动你们。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上帝，乃是上帝呼唤、上帝感动的工作。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是圣灵在感动我呀？很简单，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绝对不会主动。当中，你心里有感动，你觉得这个信仰很好，这个上帝很好，你愿意信耶稣，那就是圣灵在做工了。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的感动，你连这个念头都不会产生的。你今天产生的这个念头，就是上帝圣灵在呼唤你。如果你们有了这样的感动，我就巴不得你们就是勇敢的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这一步。祷告的时候，我会呼召一切愿意信耶稣的、悔改信耶稣的人，你们把手举起来，这就叫决志。什么叫决志？决定你的志向。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你们就把手举起来。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举手的时候把手举高一点，能看得见。是信耶稣这么光荣的事，就高高的把手举起来。你们，我一直在讲，你们不要有什么压力，实际也没什么压力。这不叫初期的教会啊，初期教会是耶稣基督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我们今天根本没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的压力比你们还大。每一次讲道都在增长，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就下来了，挺好。啊，非不下来要呼召。那呼召如果有人回应还好，如果呼了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你说我怎么办呢？一个劲儿的呼下去吗？还是最后灰溜溜的就走下去啊？所以每一次都在增长。但是后来我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十九世纪芝加哥，他有一个很真实的见证。当然，每一次以前他讲到上帝的时候，他有时候呼召，有时候不呼召。有一次他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说：“我这次不呼召，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礼拜你们再回到教会，你们再决定你们要不要信。”结果呢，就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教会几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在大火里失去了生命。他当时就非常的内疚，他说如果那天我给他们机会，也许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信了主。他已经和上帝恢复了关系，他肉体的向往将来都要复活，都要归主。可是现在没有给他们那机会，所以他们现在就永远的失去了，没有机会。所以他从此他就下决心讲到耶稣基督就呼召。我读了他这个见证以后，我再没有犹豫，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所以我讲了耶稣基督，讲了以后，上帝那我就呼召，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如果我该呼召不呼召，该给你们机会不给你们机会，我不仅愧对你们，更愧对我们的主，我将来是交不了账的。但是如果我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要不要去面对上帝交账？所以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
你创造的宇宙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更大的感恩，父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在信仰信仰的朋友，开他们的心，能够冲破各种人为思想的束缚，真正回归到你的身边，能够成为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正面描你的受造物，能够重新恢复和你这位伟大造物主的关系，乃是你的怜悯，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父神，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朋友，求主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呼唤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感谢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重新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荣耀，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问一问我们在座的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有没有哪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敞开心成为这位伟大的造物主、救主的门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这样的朋友吗？举得很高，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深爱你们，伟大的造物主在高天之上来呼唤我们，让我们这样渺小有效的人能够和造物主重新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何等大的喜事。所以还有感动的朋友们，就向身上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除了刚才已经接受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还有吗？深爱你们，呼唤你们回家，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我们已经流浪半辈子，我们只要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上帝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除了刚才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请发奖。好，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吗？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还有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寻求信仰的朋友，求主的灵亲自来光照、感动、开启他们，也继续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你。父神，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他们的辛劳，让我们的聚会才能够如期的举行。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尊贵、
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